真赖成年人的疯狂也偶尔会哦。弄好了呀，我自己不会弄，就让那个人帮我弄一下。我都穿睡衣播了，我好冷啊。穿睡衣播一会儿。每天的生活都如此的简单，早餐午餐然后晚餐，希望很失望的牵绊，任何人只有简单的牵绊，复杂的关系用剪刀剪断，黑白的过去用颜料渲染，感受鞭炮的绚烂，闪烁的闹钟变奏的片段，记忆开始变换，城市的生活不都没人啦，都我嫌烦，旧生活全部掀翻，大雁都越过千山，山后的天蓝，落在的天大，候鸟休息过的洞，这个我周期做的梦，让我忘记经历过的痛。这里叫他梦醒来就在做合理，一个人背着的行囊，紧缩的铃铛配着槟榔，我也偶尔醒，我也偶尔醉，我也偶尔醒，我也偶尔睡，我想哭就放肆的流着泪，成年人的崩溃也偶尔会啊。怎么换衣服太冷了，实在是冷，冷得我头发晕，太难了。呀，谢谢推网哥的五个烟花飞机哦，谢谢。烟花飞机是新的吗？好好看啊，这个特效好好看呀。谢谢谢谢谢谢我推网哥的五个飞机，嗯，贴贴。头发没有吹好，对啊，是的，他不是没吹好，是没有夹。给你们看看我的睡衣啊。哎，我的钥匙还在口袋里面，我都没有，里面都没穿，里面都是真空的，怎么办？我真的就穿这个睡觉了。我都是，我直接刚刚就把衣服全部脱了，让穿个睡衣。他给我调好，我就把开播一打开。我真的我内衣都没穿，我真的没穿。Hello， 我刚刚才调好，我醉了啊！你视频才弄好吗？对啊，他一直没空帮我弄，等了他一个小时，等着我就穿睡衣了，让你看看真空长什么样，不给看。这不能瞎给，斗鱼最欧。哎呀，说一怎么不来呢？人呢？撤了。那、我没看到，这么快就撤了，我还没看到你拉。撤了，再见。什么发个飞机看真空？是的呀。想都没，想都没。那扯淡呢？那肯定，那必须的。在干嘛呢？要关机了，真的。欢迎路人。苹果手机太不经用了，这电。嗯，他在玩。想得美。还好这个衣服比较厚，就是，啥也看不见。仔仔被打了。哎，算了。嗯嗯嗯。欢迎小贤。哎呀，播的我头疼，我想砸鼠标。多穿点就不头疼了。我感觉我穿这个衣服直播，我就人整个人都舒服了。嗯，穿个睡衣。哎，你今天怎么跟我昨天一样穿那么厚啊？
我昨天穿的很厚，因为我刚刚换掉了。你冰了？我现在穿那当然穿，好冷啊，冷死我了！真的很冷，我最近冷的我头脑发痛，就是发真的发晕。我也是，可能是最近长沙特别冷吧。而且我这最近长沙特别特别冷。你们还出太阳？我们天天长沙天天下雨，天天下雨。你们家西服白不白啊，芝芝？特别白。Kimi 怎么给他禁言了呀？怎么给他禁言了呀？你太黑了。Hello， 要下班吗？谢谢杜总的荧光棒，禁言的呀！谢谢杜总的棒棒。这一看就是啊，开局了，吓死我！快，这局开的，这局开的。欢迎小雨，超酷！谢谢深夜哥小花家。欢迎我的安可啊！我们直播间刚刚在抽戒指，都没有出。谢谢深夜哥的水晶卡。咱们有没有开个局的？谢谢深夜哥哥的永恒。没有，我待会穿睡衣舞蹈群的，穿睡衣给你们跳舞啊！我们 PK 也可以刷。穿睡衣跳舞，看超管怎么来。刷的私信你哦，我看超管怎么来。刷了私信你哦，哥哥！谢谢王大娘的粉粉个发言盒，值得关注。感谢感谢表姐的大气，谢谢宝贝。哎呀，咋这么难呢？我们这是大太阳，但是咱们就扭腰去吧。没有在上，我们进了，刚进飞机室。扭腰扭腰，完了。没有没有，哥哥，我这个扭腰扭腰踩单车都行。欢迎，那我踩单车吧。哥哥舅舅上个半圆棒，凑一凑呢。对，炸麦了，怎么回事？欢迎冷情哥，在骂的呀！哇，外面放烟花，天天半圆棒啊，我们还差三个半圆棒。我感觉外面有过年的气氛呀。对呀，外面放烟花了，我听到外面在放鞭炮啊，谁在放鞭炮？谁那边在放鞭炮？我这里在，我看到你穿睡衣，我都想穿睡衣了，真的。真的睡衣贼暖和，我都想穿睡衣了。别说了，等会儿。哎，我的脚好麻呀！这就睡衣，我的睡衣都在我旁边。等会儿就是睡衣 PK 了。冷笑死了，竟然问下就被禁了，这不是给你解了吗？这不是给你解了吗？算了，我等一下把妆也给卸了，去到三七二。哎，我说话的时候炸麦是什么？谢谢我 Kimi 的钻粉飞机啊！谢谢我 Kimi。我昨天穿卫衣感觉好暖和，今天穿这个感觉很冷死了我了。不过我没有穿裤子。白子帮我上一个大气。啊，我脚好麻呀。米柚，咱俩分一样，你扭啥呢？啊啊！坐着。我们要不要哥哥上一上的？谢谢小鱼丸。哥哥刷个飞机车，我们家哥哥善良，进个舞蹈群，给你谢我奶奶这个大气，进了一分钟，米优，欢迎用户 ，Kimi 把鱼丸上一上 ，Kimi 干的开始就不要叫人家坐下了，把鱼丸上一上，太坏了太坏了，谁家还没四分了，谁家还没四分，谢谢大杨哥的关注、啊，我们家也把鱼丸丢一丢好吗？你把鱼丸丢一丢行吗？哎，宪哥，你是不是都没有鱼丸啊？宪哥，你有没有鱼丸啊？宪哥肯定没鱼丸。宪哥说，宪哥只有火箭，只有火箭跟那个千年相守，跟安静，平南相望，还有山水清风。我好奇问一问，你有没有？很有北京人哥哥的同心卡，是什么鬼单位啊？你是个好人。我还笑死了！我只有欢迎时光哥，欢迎操，就上多比我多两毛钱是吧？谢谢荧光棒，欢迎盛夏。我们有没有哥哥上上火箭的？有没有哥上上飞机什么的？或者一张办卡走走卡个牌子也行啊！哎，谢我来子大气，谢谢关注啊！是啊，我好奇呀、啊，好奇你有没有啊？你好像从来不领那些东西吧？丸子的话只能靠那个领宝箱了。欢迎搁浅。还有赌的那种。欢迎七零零。又是板纳。
你三万多元呢，这老些呢，你哪儿整的？是不是游戏区那种赌来赌去的整的？谢谢关注啊。我们家还有没有哥有鱼丸的？哦，还有没有鱼丸子？每次赌鱼丸的话，需要用多少鱼丸赌啊？要用很多鱼丸赌吗？啊，刷的呀！谢谢，欢迎承诺，真大魔王的关注，真就一个飞机都打不过了呗？啊，内容低俗不雅。嗯啊，你干啥了？飞机都没有了。我没干啥呀。啊，欢迎灵魂说话。凑凑百元榜好不好？我去，扣了我一分。那个东西要说哈赌了吗？那么有毒吧？我啥也没干，扣我一分。干嘛呀？干嘛了？这么严？不想活了，真的。你多少分了，妮儿？干嘛又扣你一分啊？莫名其妙的扣了我一分。踩单车扣分吗？那别踩了，扭腰吧。莫名其妙的，行，操他大爷的，好烦呀！我真的本来心情就不爽，真的，本来心情就没有，他又给我扣一分啊！我好冷啊，我感觉好冷。吃穿睡衣吧，火箭暖一暖身子。吃穿睡衣，欢迎光头。真的好冷。谢谢 Kimi 的钻粉卡，谢谢我 Kimi， 好，谢谢南方的关注。我能坐得下吗？坐一下吧。还有没有哥？哎呀，坐一下。干什么？又来了，又来了，真的是。我这腿能死了。这睡衣不是很好看吗？你啊，男菩萨呗。不是，我这睡衣很好看。那个超管他又来了，我都穿成这样了。飞机上车的。可能是你没跟他道歉，所以他来了。你说对不起，超管您辛苦了。上一下。可能是因为。所以每次超管来的时候我都认怂，但是为什么他还欺负我啊？可能是觉得你态度不够怂。我没有啊，我就问着你。我态度怂的时候，超管也对我很凶。真善良，没生气呀、啊？你看我笑的嘻嘻哈哈的吗？欢迎老白菜菜。欢迎兄弟们，晚上好。哎呦，我感觉我要去穿条丝袜，我因为我觉得我腿好冷。玉玉哥晚上好，玉玉哥。穿点那种厚一点的。玉玉哥冻死了。我哪敢生气呀、啊？咱可不敢生气。欢迎雪哥哥，欢迎林，我找人洗衣服。谢谢玉天的关注，欢迎新进来的哥哥，谢谢。还有最后三分钟了，谢谢关注，感谢关注，谢谢。欢迎靓仔，你们大家进来喜欢吴大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啊，铁之梦。真的冻死我了，一直害我的，气死我了！真的，他妈的耳环也别戴了，戴个锤子。你还有多？是小香风的，我发现了。你还有多少分啊？我的睡衣是小七分，七分是吗？那还好哎。我不敢穿我的睡衣，我的睡衣。谢我仙哥一百。那你的睡衣是什么样的？谢谢仙哥。总比我这个分，总比我这个分花棉袄。对，玫红色的、那个、岌岌可危，穿起来呀，男菩萨呀，男菩萨呀，真的是，我这个岌岌可危，我就不了，我穿起来真的算了，你们，我觉得我那个睡衣，等会去买个像念姐那种小香风睡衣再来。他们都有分，嗯，就 我要把头发扎起来卸妆睡觉了，去他大爷的，就我没分，我他妈那是开玩笑的，气氛挺高了，气氛，你故意的，你就是没事找事儿，你他妈的。欢迎虫虫，太难了，真的啥也没干，怎么就怕你说我们没分？我啥都没干，真怕你。我也想去卸妆了，火箭的，你可以我也想去卸妆了，素颜直播好了。我今天本来都不想化妆的，但是还是化了。欢迎新人，对，反正化不化妆也就那么一回事儿，又没涂什么东西。欢迎代号5250 ，Hello， 新疆小哥，晚上好。我感觉二次元的勾漏到这儿都没事，可以上个第一名，超管都不管他们。想得美，你们想得美，想让我卸妆，给我刷个超火，我就给你们卸妆。对，刷个超火。我卸妆也不会在你们面前卸呀、啊。可以，那个关美颜。欢迎嫩嫂。一个超火卸妆，听到没？一个超火卸妆，听到没？一个超火卸妆，可
欢迎陆晨。哒哒哒哒。哎，站麦了，电动又站麦了吗？念念姐草率了。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劲。我这还是挺白的啊，刚刚我们家又抽了南桑，抽了幸福君，意思都不看弹幕，我没有啊，你刚没打字，没看到你的弹幕，根本就没弹幕啊，你刚刚，我好想让他抓麦呀，我怎么那么想让他抓麦啊，受不了受不了就刷点，搁这逼逼带来啥呢？亏惨了，什么亏惨了呀？我要是白给白谢的话，我岂不是亏惨了？谢谢。野兽的关注，我岂不是亏惨？是我的问题吗？我都换线了，烦死我了，好不好？我们还晚吗？嗯，再分个组吧。这个小圈圈一带还蛮可爱的嘛，挺可爱的。念儿，你这样挺可爱的。对。哦，我把我的空调关了，可能电压不够用了。欢迎好景梦长。不开空调的时候还没事，一开空调老炸麦。Miu AE， 我跟瑞哥。噔噔噔噔。我跟瑞哥。这个弹幕射手是怎么回事？难嫂，刚刚我们家也抽了幸福券，不是幸福券，是那个魔力券，刚刚没出。我觉得这个魔力券真的。这个弹幕助手是怎么回事？谢谢关注，谢谢，谢谢哥哥们的关注。哎呦，这个该死的活动，这还在跳舞。几点钟啊？热舞频道吗？不是热那个热度活动。今天他们官方又有个什么一起陪你过年的活动啊？好像是游戏板块那边的吧？啊、我也看了一下。看我朋友去参加了，而且还获得了一个火箭的奖励。我也看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下。然后我看好多好多那个讲那个玩那个参加叫什么陪你一起过年。谢谢。那是开局了，咱们开个局吧。那是那个。哎呀，咋这么艰难呢？大晚上。哎，就是过年了。今天你们那边是小年吗？25号才小年。哎呀，哦对，已经是小完了。25号才小年，没有，有的是今天小年，23小年，操、哎，24小年，哦，南方是25，这都没有，北方是处一个，又点错了啊 ，Kimi 哥又点错了，难道我点错了？有长得很像吗？是我跟他太像了吗？哎呀，是多人的时候，他每个直播间都要点，就好像你便秘呢，突然间啪畅通了，哎，终于出了一个。谢我先宝的山水厨房，谢谢宝，咱们就不扭了，咱们就蹲着吧。欢迎三分，我们有没有中？我们有没有哥哥打卡的？欢迎零九哥，晚上好。有没有哥哥打卡的？我们这边有没有哥哥上上票的呀？我说打还是打？我说像我便秘的时候好不好，就是一直咋整都不出，然后突然间啊出来了啊，好爽。手机就容易点错了，等会跳舞热热身算了。 你不仅容易点错，你还我脚特别冷。哎，你是北方哪里的电动？我也特别冷，怎么回事？你妈的，我感觉我这样子很像在拉屎。真的别人蹲着不动，他颠起来。谢谢关注。你说蹲着没说颠啊？那、啊、好，现在就说蹲下颠脚，跟着音乐颠。哦，这样子啊，就能听出来。欢迎土匪。但是不知道是哪的，因为我觉得北方口音都一样。哎，摘了，已经摘了，没有了。欢迎安老师。不是电动，你觉得你现在说的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我呀。啊、我觉得我说挺普通话的呀。欢
礼物哥，我觉得你们东北话欢迎快到湾里来，就是对呀、啊，差不多呀，反正都能听懂，不是吗？没有没有，对呀，进舞蹈群的呀，一个飞机进舞蹈群了，兄弟们，好累呀。没有啊，我也哥哥，我脾气也不好，扣分了，我这是。有没有夏哥哥一个飞机进我们左下角的舞蹈群啊？我也觉得。偶尔换一种风格嘛。对呀、啊，我也很纯的好吗？我只是直播间打扮很成熟。欢迎新建宝宝，欢迎。哎，咱好歹有个尊严票啊！好歹有个尊严票吧？今天晚上左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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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死我了！这啊，是进舞蹈群。这个热风，没有没有，哥哥进个群啊！这个热风又开始罢工了。他又开始待机状态了，哥哥、啊、冷死了，谢谢，这个腿好酸呀、啊、这个腿好酸啊，霸机状态，霸机状态，是谢谢，冷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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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霸机状态，进去很支持吗？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欢迎加入几只猫、嗯、OK OK，扫下风，扫下风，哎哎哎，颠的挺欢快的，我冷，我他妈冷死了，那你多穿点啊，电我已经穿长袖了，我已经穿长袖了，欢迎小超人。你在北方长拉票吧，先拉票吧。我们在南方冻成狗。欢迎饭团的。我告诉你，我每天晚上我手脚都是冰凉的。谁不是呢？谁不是呢？对吧？每天晚上手脚冰冷的，真的。等会穿上袜。我觉得一点。等会穿上，等会穿上袜子去，穿上袜子算了。感觉我也要穿个袜子，好冷啊。我都想把我丝袜给脱了，穿个睡裤得了。欢迎弟，你们没开空调吗？我这个里面都没空调。这是我推网哥的新春迎福车。哎呀，我是不是让谢谢、哦、我开空调了呀？可是欢迎盖哥，欢迎盖哥。可是他会，谢谢我推网哥，他会有待机状态，一会儿热，六个福车，待机就冷了。小年快乐，推网哥小年快乐，天天、嗯嗯、看嘛，我就下面放了一个这个东西、嗯、看到没有，我把我的空调还有暖脚管都关了，我不知道麦能加热的这个东西，就是放到脚下面，是不是、啊、对，就抽了不少呀，这个客厅它没有空调呀，但是那个很容易上火，哎，年姐你要多喝那个啊，很容易上火，真的真的，我之前用过那个真的很容易上火。大美女晚上好，就我有的时候脚特别冷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脚翘在那个上面放着。就把三了，小妮会开没了。我给你拍一个照片。对我这么好，又给我清空了。我这个一整个屋子都开心了。盖哥说我是美女，给我清空怎么的吧？嗯，你买个。欢迎金佑哥哥，晚上好。哼，哎呦喂，哎呀，你买个我在想要不到时候换一个声卡，用这个你把门关上，然后你就提前把它打开整个。哎，这个我也有，哎，我们家里有一个，你就用这个，我看看是不是那个更新了。但这个好像它也跟我这个是一样，它就一块儿很热的。不，你把屋子关着，它要过一会儿，要提前一个小时。看一看，因为我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我、嗯、我那个。就是家里面就是有这个买过这个，就是放到客厅是今天才出来的吗？是不是啊？它不能在太大的春节限定礼物啊，不能在太大的。今天才出来的吗？它只适合那个，只适合小一点的房间。这个火箭变成年兽火箭了，团圆摩天轮。我这个客厅拜年丘比特，虎年大吉。客厅用这个没用。甜心贺岁，因为前面十二点前积木哥来抽的时候好像都不是这个。欢迎读读读，对，零点后换的，哦，又有新特效看了。欢迎朱九，虎年特效。大公爵都你都是买的。谢谢小白哥哥的办卡。嗯嗯嗯嗯嗯。听网哥他说给我清空了，他说没了。也不
委屈的人。可能是刚刚是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然后把这剩下的都给我了。妈，这个人老是来我直播间闪现，真的。啊，我觉得今天晚上扣这一分真的好冤啊，真的。你多少分了？七分了。那很容易扣分。这我是好不容易养上去的分呀。上个月为了养分都差不多半个月没跳舞。斗鱼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扣分莫名其妙的那种。他养分养得慢就算了，每次觉得自己扣分的是很冤枉。扣分扣的贼快，对，退出最近而且整改了，整改了他就不加分。退出直播了你也能看到，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暴击了吗？你说退网架吗？欢迎张默言，退网哥，我看不到他，他公爵是隐身的，他在直播间隐身了，我看不见他。他竟然暴击了六个，我的天！现在没有擂台了吧？盖哥带起。嗯，果然暴击不是那么简单的，果然不是那么 easy 的事情啊。Come on！ 欢迎看腿不给摸。虎年的这几个特效好喜庆啊！是的，我买了一套红色衣服，可以明天穿哎。欢迎滋滋滋滋，你说退出直播了，上你们。感谢凯哥。啊。看不到呀，看不到，我也只能在直播间看，跟你们一样呀。十脸，嗯，还行，还可以，不黑不白吧，正常。欢迎加上高低来说，今天刚出新特效，很白呀。欢迎国主哥，欢迎宪哥，今天老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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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老白老白了，嗯、谢谢花生。退网哥，你还在吗？多抽点。听说很白，冷死了。果然还是昨天穿卫衣舒服，真的，昨天穿卫衣一点都不冷。什么惩罚呢？好了，明天我也穿卫衣得了，随便他了。我发那个五百人群里了。不过你气氛还好啊，你气氛。我主要是昨天没分，最主要是他一扣，我跟你讲，他不加，你知道吗？我今天刚赶紧点呢，发五百人群里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六分。我先刚回的六分，发那个厮杀群吧。我今天又黑屏了，没有瑞哥，咱们是一对的。我拿个手机充电，要关机了。啊、你不用发了，瑞哥，你不用发。发五百人群里了，萌萌。我们什么惩罚？对，瑞哥不用发，这么好。哦，算了吧，拜拜。谢谢阿芝，好的好的，谢谢。我给大家跳个舞吧，有没有人看我睡衣跳舞的？睡衣跳舞绝对没有超管，绝对没有超管。我们来蹦一个吧，我们来蹦一个吧。我们来蹦一个吧，好不好？蹦一个，蹦一个。你不是要看那个灯吗？那个暗色舞的灯，我给你看一下 Kimi。但是我穿这个衣服看不太出来的，因为就是暗色舞，它得就是你得穿少一点，就才有那个味道。衣服穿好，万一我待会跳着跳衣服崩了怎么办？啊，衣服跳崩了怎么办？跳一点可爱的舞吧。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Oh,
빠진 것처럼 왠지 헤어날 수 없어 어쩌면 절대 깨어날 수 없어 연기처럼 혹시 네가 사라질까봐 날 붙잡아 절대 놓지 마 이 밤이
我给跳热了，我好热呀，这个衣服穿的我好热呀，我真的跳的我好热啊，我要出汗了，我要出汗了，好热，我现在真的不能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跳的，跳的就是热乎，跳热乎了，啊，脱，不能脱，不能脱，我脱了就没了。脱了就没了，太热了，出汗了，出汗了。穿睡衣都跳这么好看，真的吗？真的吗？我们一个飞机进舞蹈群哦，一个飞机进舞蹈群，左下角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来发，我们发一发，发一发，发一发，发一发。欢迎初遇，欢迎哥哥，谢谢用户的关注。当当当当，欢迎杨大侠，欢迎新来的哥哥，欢迎无理屠苏。不晓得为什么每次都卡住呢，就是啊，果然王者穿什么都是王者，真的吗？那你还不赶紧进个群呀，哥哥，赶紧进个群啊。欢迎阿丁哥，欢迎风风王者。当当当，谢谢大木安的关注。果然穿睡衣跳的时候，超管就不会来，超管就不会来。以后给你们多穿一点，我这样我多穿一点，我跳跳跳跳的嗨一些，应该没事吧，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之后我就多穿一点跳好了。欢迎五位鹏鹏。嗨个屁股呗，那怎么办啊？欢迎旋转木马，养养分，这不是在养吗？这不是在养吗？但是，你看，大家都想看点别的。都想整点活啥的，连 Kimi 你都想让我整活，更别说他们了。
哎，我那个灯又没开，算了，要开吗？我那个灯要开吗？我镜头好像歪了。我就老实坐着，是吗？是吗？不用省点电不行，要开着，要开着，不然你想干嘛？我想干嘛？我没有想干嘛，我没有想干嘛。主要是，大家想干点什么？欢迎清寂，原来对网哥你在看我跳舞啊？你刚刚有没有看我跳舞啊？有没有在看我发疯？刚刚，你想睡觉了？再见。怎么说到这个话题就睡觉了？对我就没兴趣吗？啊，对我就没兴趣吗？没看，就如此对我没兴趣吗？怎么咱们自己家的房管都是真的就对我好的呀？就纯支持的呀？就是真的一点目的性都没有。穿成这样让你有什么兴趣？穿成这样你都对我没兴趣？我都穿睡衣了，我都穿睡衣了，你对我还没兴趣？这是我的问题吗？我都穿睡衣了，这么性感诱惑 sexy 的睡衣啊，你看你走到外面去，你走到外面去，你都看不到几个主播穿这样的衣服的，你都几乎看不到，全都遇见球迷哟。你又不能把它脱掉，把它脱掉。嗯，那说明还是有想法的，说明还是有想法的，推网哥，看出来了。你想把我睡衣脱掉？嗯。Hello，Hello，Hello，Hello。互删了呀？是真的，真的好看。真的吗？的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Kimi， 你刚刚还说，还臭丽啊？还说不好看。那要给，我跟你讲，我说笑死了，马渣男。我穿睡衣跳舞，你就笑死了。我真的不搞笑男吗？欢迎喧嚣，你是正经人。啊，正经人，你刚刚都说那种话了，还是正经人？我他妈还刚跟你发呀，还是正那不是因为你先给我发的吗？你不是给我发那个视频吗？欢迎杨帆，我才给你发的呀。现在穿的鱼丸，是，哎，路飞本来呀，路飞没来，你不是在给我发那个跑步的吗？就穿这种衣服显得贼瘦了。你说什么话了？天天你说还想偷我衣服？还跟我这样说呢？你说要偷我衣服 ？Kimi 前两天还跟我说 ，Kimi 你也在，一听我坐这，竟然说他都要结婚了。依然，欢迎提色木偶。咱家有没有？明明知道，我就穿了一个睡衣。啊！我直播间怎么都是现在就可以开局了？怎么我直播间怎么都是结婚的呀？怎么突然间发现？你们说别污蔑你，说了 ，Kimi 他刚刚是不是说了？前面的那个畅畅也结婚了，他刚刚是不是说了？像30秒，你说的是鞋子，我都没穿鞋，我光脚呢。30秒的男人吧，我是光着脚的，我没穿鞋，我连袜子都没穿，我全身上下只剩一件睡衣了。欢迎安然，没有大哥给我们几个开个局啊？欢迎玉娇龙，爷清洁是什么？谢谢星际哥哥，让爷的青春结束了啊！哎呀，我们打了那个照片发来给我看看，你也不发来给我。撤了，拜拜！你要去睡了吗？你要去睡了还是要去干嘛？问一下吗？我还挺好奇的。还是要去看别的小姐姐？还是觉得怎么我们两毛钱不好看还是第一名呀、啊？怎么回事啊？要去看穿的少的，好难杀！我猜，笑死我！嗯，唱了一个歌，我感觉你要去忙了，就是让他发来看一下。听我这么一番言辞，你可能要去忙了。加起来0.5，
你们确定吗？你看人家有六块钱了、啊。跟古爸爸肥跟卡，你不敢六块钱啊？是呀，你就说丽亚，你发什么表情？我你看不到，要发什么表情？欢迎多拉多拉玉娇龙。忙什么？我怎么知道你要忙什么呀？大晚上的，对吧？大晚上能忙什么？那好了，现在有六块了。那都是成年人，大晚上还能忙什么？还能忙什么？要我明说吗？扭结饼是什么东西啊？玩具。我们有没有哥哥开个局？不知道呀，问我。我什么东西、啊？欢迎风清哥。我明说，我们觉得不太好。那我可不敢。毕竟，哎呀，我们再凑94块钱。我都没有那种，我都没有那种，就是、啊、什么什么什么。这饼干可好吃了。那些东西、啊、我都没有。我加你，你把照片发给我看。我毕竟是个女孩子呀、啊，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谢谢风清哥的飞机，谢谢我们风清哥的动感光波飞机、啊、有飞机了呀，那饼干老好吃了、嗯、谢谢天天风清哥。你先风清哥，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呀？好久没有来了，谢谢回忆。我们干嘛呀？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感觉你们好像有个好几年没来看我了。我百度一下去吧。就感觉以为我们家房管都丢了，都丢了，还是被管跑了。欢迎独宠诺诺的喵喵。我们干嘛呀，米欧？嗯，踩单车吧。你还在公司现在？哇，这个你还在公司啊？今天过年了耶，今天过小年，今晚估计还要通宵加班。为什么这么忙呀？你不是应该这个时候都忙完了吗？你们是不是在忙着发年终奖呀？结算年终奖，这么忙？踩单车呀，怎么都不动的呀？是不是数钱数到手抽筋？100块怎么给医药费呀？真是！丽亚，你直播间仙气飘飘的。他们说100块是直接留局的，你知道吗？那我们以后200块开局吧。这样的话站起来就有腰费啊。200块客户我紧急任务啊，我们能不能有个100块呀、啊、哎，等一下，我还没百度呢。辛苦了辛苦了，边踩单心疼我们家哥哥，大气，每天忙的都没有时间来看米哦，心疼你们都没有时间看米哦。有什么？虽然我们2毛钱，但是还是稳居第4。欢迎清风风风，我们有没有十几首小画家的呀？好了，现在大家都不砸小画家了，晚集了，真的挺欧的，今天见我吗？啊，我这个发型要换一下，不是我今天没弄好。哎呀，我第5名呢。我今天这个发型今天没弄好。哇，一发路痕，感觉很不好看。见我们的山水。就这样。那个今天我去夹头发的时候，夹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夹完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谢谢我梦的山水，很不好看，要重新接了。扭结是吧？有点不吃我的饼干，显得我年纪很大了一样。千元开局吗？那应该是大主播，应该百级主播才能打的吧？还有千元，他们打多人把把，就感觉吓得我嘴都瓢了。他们不都是几千上万的吗？上来就先两个火箭，对吧 ？PK 条件都是什么天使之恋的这种东西。我的诗还有一个大林蛋子，还是要去换一换。是我呀，大林蛋子。哎，欢迎飞你哥，飞你哥睡不着吗？飞你哥，几点播到几点？谢谢方清哥的又一个飞机、啊。9点到2点都在。有没有？谢谢方清哥。下午不太稳定。谢谢早上反正看不到了。椒盐，谢谢风清哥赞助我换发型，谢谢赞助我去接头发。休息了呀，哎呀，好休息吧，休息吧。煎饼果子，我在这拉票呢。下午就么么哒，下午谢谢我们风清哥哥。几点起？煎饼200块了呀！你们快点支持我，让我把头发换了吧。去换个颜色，这个颜色也不好看。我办卡，去染一个哥哥，染一个浅一点的发色，不要这么深色。哥哥大气呀！哎呀，哥哥们，我妹妹是不是哥哥太好了？欢迎爽爽哥哥，我觉得。好哥哥，要这么多玩意？风清哥，你有喜欢的发型吗？你觉得什么样的发型好看？都是死
好，你有没有喜欢的呀？现在流量过年了，去做个头。王老师的鱼丸可是不够呀，风清哥不够呀。你一般几点睡觉啊？不够呀。你看，你现在做头发可贵了，你婉姐太多了，理发店一趟可贵了。小声一点，太大声了。我觉得我们声音好大、啊。我这发型怎么只有300？因为我很自觉的拿下了一个。我是从小缺乏营养，发量不行，发量特别少，得靠接头发。所以我就这就比人家消费多了好多。你剪个头50，可是我们女孩子不剪头发呀，我们女孩子需要的是烫头发，需要的是，需要的是染头发、接头发。1点就睡了，那你今天怎么1:30还没睡、啊？那你平时几点起床、啊？坏了，好哥哥不说话呀！好哥哥你怎么不弄了？头发越弄越丑。有没有好哥哥实际说小画家真的挺欧的，我发现。懂的。哇，所以都得靠你们男生，好大气啊！你们越少花钱，就是就剩下的钱就可以给我们了。红红，这不是来了吗？你们男生在自己身上越少花钱，这个就可以给我们越多了。不可以啊，谢谢的，是不是这样的？嘉兰的发门入魂，为什么要撤回啊？你平时工作？嘉兰的小鸭子做了亏心事了呀。我们能不能欧一下？温晨阳系错了，哎，我们是第一名了，第二又第一，拿下了呀！现够省的了，我们家都有人砸蛋了，是时候给渣男上个房管了。就抽了个车啊！每天都没有什么，还要花钱啊！你抽车为什么？青哥，你想花钱的时候来米柚这里，好有仪式感。来米柚这里，他真的太有仪式感了。没有可多地方，可多可多地方需要你来花钱啊！我的点你都在睡觉，谢谢星星哥的88个大，88。欢迎望穿四海。哎呀，我们马上最后一名。七七哥哥怎么不说话呀？没有，每天需要过任务。不说话，刚刷礼物呀。我们现在一星差一半，现在不就没在睡觉？已经差一半了，抽大的容易亏。天明你怎么又晕了 呀？你今天是刚好没睡吗？主要要开门哦。我把人头就平时你自己要看店是吗？是有点黑，你说我有点黑是吧？那你出去抽吧，那你别在我房间抽。我不知道叫几个，我都出去抽。八个好像不够，这叫凌晨。对，有点黑是吧？你平时凌晨都睡觉了吗？说哎，我赢了呀！满出摩天轮，欢迎涛哥，是挺黑的。好像是、哦、哎，怎么七七哥哥走了呀？哎呀，有没有哥哥罚什么？罚你们就，我想过个三星，罚你们给渣男背个楼吧，背三楼吧。过三星，一星都还没过，咱们渣男很久了，我在重庆，他就叫渣男。哦，我给你们发贵妇群里啊。有6-7年了，谢谢。被渣男上一楼，谢谢左岸哥，左岸哥是你吧？左岸哥，你这是改名字了是吗？谢左岸哥的幸福券，你是改名字了吗？陶冰冰的颜狗奥特曼，哎，我好难受。那我背吧，我背渣男上一楼，欢迎白香水。我背渣男上二楼，万杯渣男上三楼，莉亚妈妈在抽啊，千佑杯渣男，莉亚妈妈她那应该是厨师气吧？我知道，谢谢渣男，我左岸哥的幸福券，千佑杯渣男上三楼，你是定居云南了吗，飞米哥？因为我这一坨太干了，这烟高地有点大呀，被渣男啊。啊，对，他叫渣男。米柚被渣男上一楼，那倒没有。米柚被渣男上二楼，米柚被渣男上三楼，谢谢幸福圈，我直播间幸福圈白吗？我想知道。苍苍被渣男哥上二楼，苍苍被渣男哥上三楼，我直播间白不白？这就没办法。红老师不抽烟吧？红老师不抽吧？
那我们丽雅小，反正这个光这样子照着我人好看一些呢。欢迎思雨。对的，他说他看了两年，你知道吗？他看那个看了两年，你敢信？两年刷那个红。你说，你说你就你可别说我，你说我，想看一下你的。欢迎一晚上心动。你说你朋友圈怎么只有？那你是要老婆在哪？几天可见了呀？我想看一看你的那个结婚照。欢迎你就这样去问他嘛。有吗？方心刚，你是今天过年还是明天过年啊？你们那是今天还是明天？你也是南方啊，我记得。老家还是要回的，你还是想回福州的是吗？好，他睡了没有？都这么晚了。我是在暗示你啊，我暗示你什么了？我没有哥开局吗？有没有哥？哥哥开个局呀，有没有哥哥开个局啊，我们三星一下好不好呀。哎，他应该最近真的落难了，不会这么早睡吧，你去问一下吧，他明天看到就回你了。他睡了，他不是天天夜深人静都不睡的吗？试试我的超跑送的弱鸡，大过年的给我送弱鸡。你看我忘了，开局啦，咱就是说，咱就是说，他说啥呀？他是还有没有哥哥打卡的呀？你怎么问的呀？播三年，为什么热度这么低啊？因为我最近很难呀，这个热度跟播了多久没关系，跟最近欢迎刘叔叔怎么样有关系。咱就是说有没有开个局的，不会吧，我们摆起来了。欢迎小菜796，有没有哪位哥哥给我们几个开个局啊？估计明天回你吧，没回的话就估计是不想回你吧。谢谢我阿荒的胜波锤儿，冲冲冲，我们来无手，冲冲冲，当然我们来无手，无手必出，中途休息了。谢谢我星际哥的新春银福车，但是也没休息。小五手，哎，我出新的新券了。你的新春银福车是新的好车吗？就晚上播一播。好，咱们还在需要一个车。玩多久了呀？这个号42级了。黄老师抽到了吗？欢迎寒暑草。又安静了，又安静了。陷入了寂静。谢谢左岸哥的小画家，谢谢左岸哥的心心相印。咱就是说，星星哥应该只有一辆车。谢谢左岸哥的心心相印。谢谢黄老师的新春银福车。我今天直播间老白了，就是，就点一下就出了那个香香望。哎呀，还没做两秒钟。谢谢我左岸哥的出逢。真的还没，谢谢。我们干嘛呀？谢谢左岸哥的出风，那就浅蹲好了。要送我吗？浅蹲吧。哦，我今天一晚上怎么都是站着。谢谢夏夏。摩天轮要送给丽雅。我不知道我直播间有没有冰冰直播间版，有没有冰冰直播间版？他们家是，你上次是不是我看你发语吧，是不是出了一个香水呀？不知道我家有没有这么办？打十块钱。好，希望我直播间有那个好运呀！你点根烟啊！哇，你了呀！欢迎刺勾花，对啊，是不是看你这个都是想抽烟了。哇，你还开公爵了耶，专哥！我们一人凑一张办卡吧。好，谢谢我星际哥的188大气。哎呀，我们要站起来了。谢星际哥的188大气。啊，这么快就站起来了吗？啊，你在那边出了四个，啊、我的天啊！我还想出了四个签。苍苍可以坐下了，上手。哇哦，羡慕了，谢谢王姐带我飞。羡慕了，羡慕了，出了四个。我直播间这么久只出了一个。802夏老板。就只出过一个。身材很好耶，9月25不是
要几首吧，不如办张卡吧。哎，我才发现米优今天怎么穿的大睡衣、不如办张卡，啥、也没有，我前面换的，前面换的。他还没做是不是太冷了。反正穿睡衣之后，好像谢谢的班卡，好像人还多一些。抽什么车嘛？100就一个车，飞机不响。左岸哥，你可以在我直播间试一试。对呀、抽什么车呀？一个铁皮飞机它不响。你可以在我直播间试一试吗？万一我们直播间也出香手了呢？你不是余生只爱铁皮吗？我们家主要是没有哥哥砸，其实也不算黑。余生只爱铁皮啊！欢迎 AK。不灵了呀！欢迎 AK， 谢谢福妞哥哥的关注。你的头像怎么是小姐姐呀、你看吧，小姐姐。欢迎无可无可。欢迎小四。欢迎快到同意的，真不蠢。黄老师说是这么说，被大米传染了呀，都是大米不好。欢迎嬉皮笑，都怪大米不好。我也觉得。下次他进来你就给把他给我禁言了，火速禁言。你想干活？这才四分钟，小雨大人就想休息了。等我说完这些呀，这个小雨大人，我们可以休息了。感觉这 PK 以后都没法打了，这四分钟自己就休息了。现在四分钟就休息了。那个小雨大人还不到四分钟就喊我，四分钟就休息了。提醒你，以后自己喊。不然人家都觉得是我很懒。不是，以后还是三分钟休息吧。七七哥是哪里人呀？七七哥，欢迎枪枪入你心。七七哥哥，你怎么不说话呀、七七哥哥，都是大米不好。行呀，高定要请渣男吃饭呀，都认识几年了。等你来的时候，高定请你吃火锅。你不会下床走两步啊？没有说请不请的太见外了。肯定是带你去吃好吃的呀！欢迎卡卡。哎呀，行，我还没见过我榜一大哥呢，说句实话。然后他就退鱼了。我榜上一个都没见过了。我也是，他就退鱼了。我榜上一个都没见过。谢谢我七七哥哥的小画家，一发没入。以后八分钟就开始拉票吧，要不然没有分怎么玩了？三首，三个呀。八分钟就开始拉票了是吗？四个欢迎志哥，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都对，我觉得你说的都对。欢迎我的天空，道理还是你有道理。坏了，算了算了，十首都没出。欢迎小文，谢谢七七哥哥，很有道理，谢谢宝。就干脆全程都坐着吧，直接拉票吧。每次年多人的时候，抖音那边他们每次年多人的时候，都听到有人在吃东西。老听到吃东西就听饿，老听饿。你怎么都不说话呀？穿这么厚，对呀，没有充电宝呀。听说穿的厚的时候，穿的厚，穿的厚实的时候，才有更多人看。只要一个火箭，但是果然是真的，还能叠加的那种。啊哇，好久没上了。哦，你很久没玩了吗？本来直播间一个人，然后变成了三个人五个人。果然还是要穿多一点。欢迎南烟。之前玩了多久呀？星际哥为什么会有个粉的标志？这个粉是什么？打卡粉，打卡勋章吗？打卡粉丝的象征，普通打卡粉丝吧。你说，他有个粉哎，为什么洪老师你没有？几年，那还是挺久的。一开始是做到最后一分钟，后来就是三分钟，后来就是没人推他，对吧？我七几年的，那我不能告诉你呀、一心呀、你都看我多久，你都不知道我哪一年的。哼，八百，你可太不关心我。1300，马超1300。电视里直播好看吗？是的。是最近过年放假了，然后就上斗鱼了吗？那你，那你是哪里？1300，
志哥，你可不可以帮我凑一凑呀？大郎是不是97年的呀？我记得。可不可以帮我凑一凑呀？4997年吗？欢迎四没事。对呀，我3月20号就过生日了呀，都快2点了呢。我下个月99哦哦99呀。那我们散了。好，拜拜大家。嗯，拜拜拜拜，姐妹们。现在玩多人差医药费都难啊，差医药费都难呀，家人们，家人们，宝贝，你要抱着我睡觉，那你就想着吧，你可以想着我睡觉。嗯嗯嗯，meet me at the sunset like lovers do。怎么唱情歌？这都推的是什么歌？就是爱你爱着你。谢谢金木哥的幸福圈，欢迎我金木哥哥啊！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梗，我翅膀让我飞，也有谢谢金木哥的幸福圈。我直播间白吗？我直播间白吗？金木哥，看到你的红色牌子我就想起来我直播间掉了好几个红牌子，我现在红牌子只有3-4个了，全掉了大家的红牌子。他们说新出的这个肯定有加成，就是比较好出、啊，那种感觉就是你。左下角的视频的飞机群里面有，在飞机群里面有，刷个飞机就可以进啦，刷个飞机进群上火。真的吗？真的吗？那是不是我们一心有希望了啊？是不是我的一心有希望了呀？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就开心了，兴奋了。我愿意，真的愿意，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欢迎细雨飘渺渺。Kimmy， 你抽一抽嘛，你可以抽一抽试一下。今天幸福券白，因为出了新春的新礼物。Kimmy， 你抽的话可以赚，像今天金木哥，多少钱？二十个，大概是多少钱来着？10块钱吗？出了一个1000的。谢金木哥的荧光棒。就是爱你爱着你，可是金木跟Kimmy 都没玩过，都没有玩过抽东西，都是送铁皮礼物。谢金木哥同心卡，谢金木的鸳鸯戏水。人家直播间还有10块钱或者100块�钱出5000的，为什么我直播间还没有？什么时候轮到我？谢金木哥同心卡和鸳鸯戏水。嗯嗯嗯嗯，谢谢金木哥的卡。
姐姐我爱你波波。怎么才可以加小姐姐啊？加小姐姐，刷两个火箭可以加小姐姐的微信哦，两个火箭就可以卡微信了。大四可以打点折吗？给你打骨折吧，好不好？姐姐给你打骨折。一个飞机进群，一个飞机进左下角群、啊、我们去连个麦吧。加微信是两个火箭，卡位是两个火箭。骨折呢不是一个嘛，我说给你打骨折，你这个臭弟弟。 Hello 小姐姐，我们玩什么呀？我们玩个举重吧。好，行。你这是穿什么睡袍吗？也可以这么说吧。谢谢我积木哥的扶车，谢谢。今天还没开饭，饿了就吃吧，饿了就吃。谢谢我积木哥的两个扶车。今天过小年还是明天？不知道哎，换一首歌。什么时候是小年？啊，北方好像是今天，南方是明天。是吗？嗯。今天都过十二点了，是打五折还是打骨折？打骨折。我送你打骨折。又千票开局，真离谱。上一把也是。这是我想知道斗鱼把我放在哪个赛道里了，这一上来全是家里边千票开局的。啊，没有，我也是正好家里面哥哥来了，不然我都是开不了局的那个，都是等人家开局。欢迎晋江彭于晏，你问一下张姐吃了吗？张姐吃了吗？张姐昨天应该是吃了，今天应该是还没吃。要请张姐吃饭吗？刘儿要请张姐吃饭吗？欢迎小土豆。要请张姐吃饭吗？希望大家刷点给我，让我带我张姐吃。哎，对，哎，对，欢迎六月。太对了。呀，这是谁？这不是。姐姐打你，你愿意？因为给你打五折，好呀，给你打五折，给你进群好不好？一个火箭进两个舞蹈群，这样也挺好的呀。敬业的张姐回来了，是的，没错，好久不见，20多个小时没见了。确实。一个火箭可以加微信吗？认识我了吗？可以给你加半个微信。小饼饼呀，给你加半个微信。我觉得你应该多少级？我之前上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都50-60级了，不是？积木哥，我们可不可以过一星啊？有没有希望呀？过一星有没有希望呀？半个怎么加？你刷了我就告诉你半个怎么加。日不见如隔三秋，20几个小时算2.5个秋吧。必须的。那我们过了一星下播好了。
下播好了。谢谢。感觉我现在对要求越来越低了，要求越来越低了。姐姐不会骗你吧？姐姐不会骗人的，姐姐只会心疼弟弟，姐姐只会心疼弟弟啊。平民饿死了，平民的老婆也饿死了，那可不嘛，真的。OK。齐刷刷，两人齐刷刷饿死，两人齐刷刷饿死。希望大哥们给我刷点，让我请我张姐吃饭。我们差的不多了吧？差1200，人生短短几个小时，不对，给你看没两个半。哦，对，差1100，差一个人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叫一个人头吧，感觉没有人帮我凑人头了。哎，啊，我叫的人头，我还以为有哪个好心的哥给我凑的人头呢，想太多了，我自己叫的。你播到几点是不是？我播到早上。播到早上。通宵人多吗？看情况吧，看情况吧。有时候人多，有时候没人。我还我自己叫的人头，我还自己，哎呀，有人给我凑了那个人头，我还好开心呢。是我自己叫的，每次这个下单，这个机器人特别快，就是人头特别快，一下就来了。谢谢鲤鱼精的幸福雀，来吗？我们没有退场就收拾吧。好，有没有一发入魂？出出爆爆爆！出好了，出贵的，出大了。两个轮子，真的假的？两个轮子，他单点两下出两个轮子，单点两下出两个轮子，摸摸，真的假的？这个还可以，真的吗？对啊，就不用等着那个啥了。哎，我的热度好低呀、啊，才87万的热度了，我的热度都变成了新主播的热度了。欢迎韩菲菲。啊、真的吗？真的吗？鱼青哥哥，我们出了两个轮子吗？谁两个轮子这么白？鱼青好像在这，没有吗？我还以为你说他出了两个轮子，工艺太伤了。对呀、啊，工艺太伤了。花花，工艺就是这样子的，我又不知道要如何去给他拯救回来，只能把分养回来。对呀、啊，没心了，因为好几天四天没播。就变成零星了，好烦，就没有热度，也没有人进来，除了我跳舞会有人进来。难怪米又穿这么多，原来是刚公益回来，我刚公益回来呀。我要养分，我要养分，养分把分养回来。谢谢鱼精的幸福雀。只能靠自己养，又不能买分，工会也加不了分。买分可还行，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让这么做呀。谢鱼精的幸福雀，这看到主播的视频，主播太会了，真受不了。那你还不赶紧进群呀、啊？那你还不赶紧进群？会的，更多会的全部在群里。怎么你看的那只是冰山一角。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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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shake your ass just in the air, in the in the in the air, in the in the in the air, in the in the in the air.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if you got what it takes. Cause I'm every man and he's basement freaks and these are the breaks. Get down in the place to be, forget your cares at the door, most definitely. Just shake your ass, just shake your ass, just shake your ass, just shake it.刚有出东西吗？刚有出东西吗？还是一个都没出呀？我们不惩罚了吧？好好好，拜拜，姐姐，拜拜。In the air。欢迎黄小二。那你直接过了，好，好的，谢谢我积木哥，谢谢我积木哥，哇，谢谢我积木哥的三个摩天轮，谢我积木哥三个团圆摩天轮，谢我积木哥的雪人飞机，谢谢。嗯，谢谢我积木哥哥，你也太帅了吧，帮我直接秒了一星，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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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白了，你今天赚了多少呀？你没算，反正也是赚的是吧，反正也是赚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喜欢赚钱，特别是今天一下就出了一个相望，可牛了。噔噔噔噔，我喜欢这个女版的这个孤勇者，我觉得很好听，其实我会唱了，但是没有伴奏。他们说要缝合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不然我想唱一下这首歌。哎，这个有伴奏啊？哎，没有伴奏，骗子！他竟然骗我！再来试一下，有哎。他竟然有伴奏，那我唱一唱。辣深夜辣耳朵，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谢谢谢谢，球皇的时空战机，谢谢球皇，好听吗？哎呀，我忘记重新唱好吗？重新唱好吗？我突然间就找不到调了，我想把歌词打开。好好好好唱，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敢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马，这楼上的披风战马，战啊一次卑微的梦，只能黑夜照。哇，破防了破防了，不好意思，我自己笑了这。我要被我自己笑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它中间真的很难唱，我感觉。笑死了！我要找一下，我找一下那个感觉。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破坏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敢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却狗都一样。去吗黑马，这楼下的北风。对，这里怎么这么难唱呀？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而且我把歌词也唱反了，就是我听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很简单。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盲目一身不知谁的光，你将将你的城堡在废墟之上。去吗去啊，以最卑微的梦战吗战啊，以最孤高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路口。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错了，我不会唱。
就是还是前面唱的好，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就不行了，破防了破防了，还得多练一练。你看我听这个女孩子唱，我觉得她唱的很好听。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你听这里，缺口都一样，虚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褴褛的披风，我把字都念错了。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跟着唱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呀，就特别简单。哎，我怎么歌词没打开啊？怎么歌词没打开？怎么打开的是网易云打？男女，对，是男女，我前面念错了。爱的家是第一桶，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的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看懂命运的账，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一醉卑微的梦，只能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好像这两首歌的调它根本不一样啊，它的 keep 不一样是吧？这个好像低一些，刚刚那个更高。刷新看看，这么专业。对呀、啊，我每次都是跟他唱这个的呀，那个我没听过，但这个没有伴奏。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我能唱他这个，但是那个唱不了，那个太高了，那个女孩子。高然女生，听一下她唱的这个中间的，没听过。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一听她就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对呀、啊、那是杨丞琳唱的，这高多了呀，我就说我怎么唱不了啊。这高太多了，我就说我怎么唱不了，刚刚我直接破防了，跟我听到完全不一样。唱不了他这个，打扰了，打扰了，高然女生。他们说要戒了你的光，就像砸到了午后。他们说要顺台阶爱上，爱的家是第一桶，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森林中。下播了，下播了，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我要去好好学去了，我要好好学去了，积木哥拜拜，下播了，下播了，晚安，晚安，拜拜，明天见哦。